我要刷这个中油配。中油配吗？对。我们目前系统还没有那个更新呢。还没有更新哦。对对对，因为上次更新过，后来电脑会一直宕，它又改回原版本。好。对对对，不好意思。OK。他前几天有来更新，结果我们三个岛都会宕机。太逊了，中油配啊！系统会宕机啊！那中油你在搞什么啦？现在我们要去加油了，第一次用中油配。平常加油量车道满了。注意车灯未关。九五跳停。十分钟，吉利卡，点数先不花掉，点数以后可能来换卫生纸。停好车刚好那个油灯亮起来了，我们很少开这么开到让油灯亮的，已经600公里了，609。标题1226。我要刷这个中油配。中油配吗？对。我们目前系统还没有那个更新呢。还没有更新哦。对对对，因为上次更新过，后来电脑会一直宕，它又改回原版本。好。对对对，不好意思。OK。他前几天有来更新，结果我们三个岛都会宕机。对，都会宕机。要再改一下这样。不好意思。OK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太逊了，中油配啊，会宕机，会宕机，会宕机。那应该先等一下下次要先花掉这个50块油券。再用中油配，对，好。大哥，不好意思啊。然后金额1226，你确认一下。好。信用卡发。系统会宕机啊。那中油你在搞什么啦？刚才去刷中油配，结果他们的系统会宕机。先生，我们的系统会宕机啊！我都储值了10000块了，你就要宕机？我们来申请中油配吧。注意，活动注意事项到明年的3月31号止，所以。还有12月、1、2、34个月，我一个月大概有钱5000块，5、6、5、6千吧，算5000块，大概会有20000块的油钱。其实我不太喜欢这种超短线的，4个月优惠而已。中油配我想还是办一办，像我那个有中国信托 LINE Pay 卡，然后我就不喜欢办那个 PC， 我常买 PC Home 嘛，我就不喜欢去办 PC Home 的花旗银行联名卡，因为觉得它的优惠也是有期限的，并不是像好像到今年年底。你现在办也就是办了以后它有期限，你不晓得它期限到以后又是什么优惠，像中国信托 LINE Pay 卡一样，以前3%、2%，现在也变1%而已。快速验证，不验证，脸部验证设定成功，获得洗衣精的50元折价券，行动点数5000点，能干嘛？好，进来了。5000点特抵25元加油金，5000点就是25块，或每100点折抵1元，中油复合商店消费。前往房卡，线上申办。玉玺跟白金有什么差别？玉玺卡是红利点数3倍。你以前办过中油联名卡的话，你只有
200块的那个电子邮券，然后他没写两张卡有什么差别，不过预习卡好像才有3倍，那就办预习卡了。我没有 iCash 跟悠游卡怎么办？我先写悠游卡，绑定中游配程序，中游配，可是我的信用卡呢？没有卡号啊，没有可绑定的信用卡，没有中游卡可以绑定，还没核卡下来。那不是已经申请了快速吗？我怎么等这么久？现在卡关了，卡关了啦。我现在不晓得我的中游联名卡下来没有，不是很快吗？为什么我就没有马上申请下来？没有可绑定的信用卡，哎呀，3到10的工作天呢，不是马上核卡吗？